和平局秘书长苏国生出年三月离任。和平局公布苏国生出年三月完成任期，秘书长空缺会公开招聘。2017年加入考评局嘅苏国生话：现时系合适时候发展个人志向，会喺其他范畴服务社会。考评局主席容永琪感谢喺苏国生领导之下，喺疫情严峻期间仍然顺利举行中学文凭试。苏国生任内卷入试题争议，文凭试历史科其中一条必答题问考生。是否同意1900至1945年日本对香港带来利多于弊，被教育局谴责严重伤害国民感情，要求全面检讨出题机制。考评局最终决定不予批改，取消疑题。